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杨。我们先来打一下八月的 LV 十哦，那这边来帮大家示范哦，全地狱的合作配置的大奖话没完哦。副队的话帮我找上杠姐。好，那队伍跟龙科配置的话都有打在旁边哦，基本上就是妻子带蛋糕，剩余带武装就可以了。好，那如果说队伍跟龙科配置还有疑惑没看清楚，可以按暂停稍微再看一下哦。剩下我们就是边打边讲解喽。我来第一关。好，第一关我们先抓妻子不守消，先偷一个回合。好，第二回呢，我们开杠的 G 一 ，G 二 ，G 一。好，然后这边我们火骑手把全满涂过去。好，这边是有无视红绿灯的哦，所以不用担心。好，那这边就直接收掉，没有问题哦。啊，对，又是一如既往的打破 Q 哦。好，接着第二。好，第二的话呢，第一火我们先开化没完的记忆，然后我们点木。好啊，如果说没有木的话没关系，反正你不要点到火就对了，点光也可以。好，然后这边画我们就直接抓化没完全满涂过去。OK。好，然后第二回的话呢，我们开个左切。好，然后这边的话呢，我们就一样抓画眉丸，先全满涂过去，但是最后我们记得不要去手消到火就可以了哈，把火珠稍微隔开 ，OK。好，那这边就一样收掉，没有问题哦。好，接着来到第三，好，第三这边的话，我们开妻子。好，然后我们开画眉丸的记忆，然后我们点光。好，那这边的话我们开龙科之力，然后把杠的饥饿补回来。好，然后这边我们一样抓画眉丸全满涂过去，然后我们可以把版面转的好看一点点哦。好，来这边就直接带走，没问题。好，接着来到第四。好，第四的话我们就开杠的记忆。好，然后这边我们火骑手把全满涂过去就可以了哦。OK。好，杠可以无视反手消，所以不用担心右边那一只。好，来这边带走。好，接着来到第五。好，第五的话呢，我们开画眉丸的 G 二。好，先把二十下打掉哈。好，来，接着我们开 G 一，然后点光。哦，那如果说没有光的话也没有关系啦，反正你不要点到木，哦，木是不能消那一个，然后也不要点到水哦。对面是那个水浮石连吉林化哦，所以这边的话，我点个暗哈。好，那接着这边的话呢，我们就抓画眉丸全满涂过去就可以了。好，那这边带过去没问题。好，接着来到第六。好，第六这边的话呢，我们先开个左切。好，然后我们开视远选择鬼羽哦。好，鬼羽是左下这个。好，来接着我们火骑手。好，接着第七，好，第七这边的话呢，我们开画眉丸的记忆，然后我们点光。好，那这边的话我们就直接抓画眉丸就可以了。好，这边就一样带过去，没问题。好，接着来到第八。好，第八的话呢，我们开杠的记二。
好，然后这边我们开七子，好，然后等一下我们抓画眉丸全满图过去哦。哦，这边就是你怎么走过去就怎么走回来。好，像前面两个直行我都已经走过了哈。好，来，接着我们走去第五，走去第六，然后再绕回来这样子。好，那最后把它手消掉就可以了哈。对，所谓全版图过去，其实就是八个年师全碰的意思哈。我们把真伤稍微吃一下。好，来这边带过去。好，接着来到第九。好，第九我们就开画眉丸的记忆，随便点就可以了哦。好来，接着我们开四元，然后一样随便点。好来，接着我们开七子。好，然后我们开杠的记忆。好，然后我们就直接抓七子的角色猪哈，这样就是数字二三了哈。好，那这边一样直接带过去，没有问题。好，接着来到王一。好，王一这边的话呢，我们开龙科之力。好，然后我们开杠的记二。好，然后我们开画眉丸的记一，然后我们点火。好，然后这边我们抓画眉丸全满图过去哦。对，这边一样是有无视红绿灯，所以不用怕。OK， 来这边带过去。好，接着第二条血呢，我们就开七子。好，那这边跟刚刚做的一样，我们就是抓画眉丸，然后把全满涂过去。那最后的话呢，就是回到原本的位置，然后把它手消掉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好，这边就一样带走。好，接着最后一条血呢，这边基本上就是爽虐了哈。我们开画眉丸记忆随便点就可以了。好，来，接着我们开个左切。好，然后我们开七子。好，然后我们开个杠的记忆。好，那这边就直接全版涂过去就可以了哈，把它都变成人猪猪一消，爽一下。好了，那以上这边的话呢是画眉丸全合作配置哦，过这个月的 LV 10也是给各位稍微做一个参考。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就下一部影片再会啦，拜拜。